各位同大家好，呢条片咧就系讲中六DSC 嘅 Past Paper 2014年嘅第一个卷一嘅第四条。咁呢条题目咧就系、有关于咧median 啦、mode 啦同埋 standard deviation 嘅。咁好啦，我哋咧睇翻条题目啦。佢就话咧而家咧有个表，呢、这个表咧就 show 紧咧啲学一啲学生咧拥有计数机 calculator 嘅数目。咁啊有個表啦，咩點樣睇嘅呢個表？睇下邊個表點睇先數據。就係咧，如果而家咧擁有零部 calculator 嘅同學仔有七個咁多，擁有一部 calculator 有14個同學仔，擁有兩部 calculator 嘅有15個，三部嘅有4個，就係咁嘅啫。OK， 就透過呢個表咧，就去揾翻 median、mode 同埋 standardization。咁點樣揾 median？ median 咧就係揾中位數嘛，係中位數。咁啊，即係我教嗰啲班咧，就會有個即係圖形去揾個中位數。首先，我哋揾個中位數要知道最中間嗰數係幾多先啦。咁要知道佢總過幾多人數先嘅。有幾多人數先嘅？咁啊，即係將佢加曬佢啦，即係七加十四加十五加四啦，加曬呢幾個數啦，有幾個學生啦，就係四十，有四十個學生。咁我要揾個 median 咧，即係要喺四十嗰度差。我要 median 即係呢度啊嘛，即係 Q2 啊嘛，即係差二十個同二十個啦，係咪？即係中間呢個就係啦。咁即係我要揾第幾個啊？即係等第二十個同埋第廿一個啦，就係第二十個加廿一個除二啦。OK， 個 median 就咁樣得嚟嘅。OK， 咁點樣揾啊？第二十個喺邊度啊？而家點樣睇嘅呢個數？其實呢個數咧，呢、這個表咧係咁樣睇嘅喎，就係有七個同學仔攞零部，即係點啊？即係有零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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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有七個人係零部，然後有十四個人係有一部，即係有一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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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。一咁樣，一二三四五十個，呢度十個係咪？十四個人，咁你排翻次序咯。咁即係如果我哋唔需要列曬出嚟啦，就咁睇都知道應該第廿一個喺邊啊？呢度七個，跟住排到十四個，咁即係二十個就應該係喺呢度一夾埋廿一啊嘛。即係二十個係喺一號，同埋第廿一都啱啱係一號，呢個就係廿二啦。呢個就係廿二啦。OK， 咁即係二十同廿一加埋除二啦。咁即係第二十個係咩？第十個一，第廿一個都係一除二，答案就係一啦。答案就是一個啦。OK， 呢個就係 median 得唔得？排翻個次序。咁 mode 咧 ，mode 就係出現最多次數啊嘛。咁呢個唔使計啦，一睇睇咗邊個數，邊個嘅計數機嘅數量係出現得最多啊？咪二咯，有十五個人啊嘛，所以咧有十五個二啊嘛，咁二咪出現最多。咁所以答案就二啦。咁 standard deviation 點計咧？啊 ，standard deviation 有條式嘅，但喺條式之前咧，我就教大家入計數機。入計數機點入咧？既然我哋知道咧有零零有七個，跟住一一一有十四個。二二二有十五個，三三三三有四個 ，OK， 咁我哋咪入呢啲數據啦？點入啊？首先要轉翻個 mode 先，轉做 mode 揾到 SD 個 mode 啦 ，OK， 然後要 clear 咗個 data 先嘅 ，clear 咗 data 就係 shift 九啦 ，step clear，OK，、okay? 第一次 shift 九。撳一撳 EXE 就會 clear 曬㗎，咁冇曬 data 裏邊入咯。點入啊？零呢個數字有七個，零跟住撳 shift 逗號，嚟一次零 shift 逗號，即係一個冒號七，就代表你入咗七個零入去。M 加輸入 M 加，唔係 EXE 輸入 M 加。二啊 ，sorry 一呢個數字你有十四個 shift 逗號十四。M 加入咗第二次啊，入咗而家已經入咗七個零同埋十四個一格啦，再入
二呢個數據有十五個 M 格，最後三呢個數據有四個 M 格。咁你 total 就應該入咗四十個數據啦，係咪？但係入咗四次嘢，入咗四十個數據，點睇到咧？就係 shift 先，咁 shift 一 ，shift 一就揾到有 n 就代表入咗幾多個？睇下先，撳三啦，然後出咗呢個撳 exe 就四十個，我入咗四十個啦。咁但係點樣 check 翻個 standard deviation 咧？就係 shift 二 ，shift 二。就出咗呢三個啦，就中間呢個就係 standard deviation 啦，撳二未得嘅喎，唔係四十啊，撳 exc 就出到呢個數值，就係個 standard deviation。咁個答案咧就係零點，要 physics fit 啦，所以零一二三就取呢個進位，即係零點八八九 correct to physics fit 啦 ，OK。得唔得？咁阿 Sir 係咪咁就攞曬分啊？係啊，咁就攞曬分噶啦，咁就攞曬分噶啦。咁究竟 standard 條式係咩咧 ？standard deviation 條式咧就係咁嘅。每一個都二次 ，over 翻 n 成個再開放 ，OK 係咁嘅。咁我哋其實唔使 用條式嚟計嘅，因為我哋用撳機都已經處理到啦，得唔得？咁我就唔逐個逐個食啦。咁如果呢個咁樣點咧？呢、這個咧係一個個 data 嘅啫。如果係一個 function 嘅話咧，因為佢有好多個噶嘛，所以你要成翻。要乘翻個對應嘅，即係有七個咪乘翻七咯，有十四個咪乘翻十四咯咁樣樣。我嘅 f n 係 frequency 咁樣樣。OK， 咁啊呢條題目就去到呢度啦。